最近微信又上线了新功能，首先是一键查询手机话费，这个我们进入微信的支付，手机充值，进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的我的，这里我们输入想要查询的号码，或者点击管理，然后添加想要查询的号码。另外这下面还有许多服务，比如自动充、宽带缴费、网络测速等等，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点击这里的余额查询，进入后就能查看话费和流量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查询，那么就要先授权。另外微信现在可直接访问外链了，之前我们访问外链它会有这样的提示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入，包括某宝。最后就是 PC 端的微信也进行了更新，现在加入了折叠的群聊和置顶折叠，这些之前我也为大家分享过了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，它基本和移动端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